拱北水湾路美景花园里有一家网红店，位置还挺难找的，但是网红嘛，总有人被种草，提着行李箱也要去打卡的。餐厅叫颓记，有横幅写着颓而不废，名字很怪，但是人气之高出人意料。就在挺普通居民楼的底层，一套三居室改的小餐厅，门口搭了简易的遮阳棚，说真的有点简陋，地方太窄，桌子太小，原本就是民居嘛。洗手间有点儿，门口写着不准大号，你懂的。可是人多，多到排队，排队又排队，去晚了这样没了那样没了的。这家是港式茶餐厅，浓郁怀旧的港式味道。著名的菜式有鸡扒芝士蛋菠萝包、猪扒煎蛋菠萝包。有的吃货说，菠萝油表皮酥脆，还边吃边掉，真的太好吃了。芝士蛋做的超级好吃，还会拉丝的那种。还有充满魔力的港式奶茶，奶茶里加了炼乳，有人说这个是他在广东喝过的最正宗的港奶，奶味茶味都超正的。还有混酱猪肠粉， Q 弹的咖喱鱼蛋，泥石流多式，甜而不腻，一切开就爆奶，好过瘾。还有卤水鸡翅鸡脚，总之在吃货们眼里口中样样都好吃。其实呢，珠海有好几家网红茶餐厅，我倒是感觉味道差不多，这一家主要是名声在外了。